下好，我叫 Alejandro， 新 Cortez， 新的大学的学生。我是多米尼加人，也是西班牙人。我爸爸是西班牙人，我妈妈是多米尼加人。我的专业是电影学。我最喜欢的电影是《星游大战》。我喜欢中国饭，因为中国饭很好吃。我常常去书店看书。我周末喜欢看电影。我会努力学好韩语，实现我的梦想。下面是我的演讲。我喜欢学中文，因为我很喜欢中国，中国人，中国很美丽，中国人很友好。我有一个中国好朋友，我常常和人去说汉语。我觉得学中文不太容易，但是我还是要学中文，因为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很重要。我希望将来我可以帮助中国人了解多米尼加，也可以帮助多米尼加人了解生活。谢谢大家。下面我俩送一首诗，新年诗，雄贤明月光，一世的山川，出条望明月，你都是故乡。谢谢。